KD355 采用全新升级的一体成型技术，磨砂金属材质的外观设计使得整体更精致耐磨。全铝一体机身，强力吸磁，机身小巧，长度仅有180毫米。人体工程学结构设计带来更舒适的握持感，一体化的按键设计，只需轻按即可操控正、反转，带来更简单便捷的操作体验。模拟手术无影灯塔新增3颗 LED 无影灯，无需旋转即可全方位照亮，满足暗光环境下的维修工作。搭配超全55款螺丝刀型号坯头，满足多种维修工作需求。KD355功能与美学设计相结合，为用户带来便捷高效的维修工具。